兄弟们大家好，我是黄哥。今天是7月1日晚上的11:30。这个包包看到没有，里面是今天我们从华强北带回来的 GT， 我们是11点钟回来的。因为那个粉丝等一下要到我们这边来挑一个14 Pro Max， 这些 GT 的话等一下让他来挑一下。里面的话会有 iPhone 14 Pro Max， 也有 iPhone 13 Pro， iPhone 14，还有笔记本。拿回来的 GT 不太多，因为这个粉丝他也是个老粉丝了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到他到了这里拿了 GT 以后我们才下班。一会等粉丝来了我们再说，一会见。我把你坐车坐这么久，你都过个小时了。我在那里堵车。你不都半个小时到吗？你不半个小时到吗？半个小时到什么？我服了你了，搞这么久。12点了，我你等这么久，你看看堵车。这也不看了。不看。这也不看了，不看我就睡觉了。干嘛了嘛，直接弄到这个我还来看。我等着你来，我早就下班了。我这两天搬家。这个你看，这种的话就是无锁的，你看没有？这个就是纯无锁的。你镜子拉过来给他看一下。他这种无锁版的机器，就是你直接他卡他就来信号了，给你看一下啊。我不用卡贴，它已经开好孔了。你看它开孔的话，它这里这个地方可以插一个，这个地方可以插一个，对吧？来，5G，是不是来信号了？很快，对不对？是。嗯，这个无锁的就不说了，是有锁的吧？你用什么卡？移动。这个小 WiFi 它是放在下面的，嗯，啊，对吧？嗯、然后把这个卡贴放在这个上面，放在卡座上面，它就引导用这个小 WiFi 来引导这个卡。这个卡是你自卡是吧？对。放上去，搞好，然后选版本。那个 XF 版的话，等一下就它选个版本就行了，它用来试一下。这个地方是选择 DSM 5G 专用解锁，然后我们的机器是 XF 版的，就这个版本哈、啊，选择这个版本，再点解锁。点关闭，那稍等一下，那它是一个 XF 方面的机器，从这个蜂窝数据里面可以看到你的主号的是这个是吧？对。然后点击这个主号，它这里有一个蜂窝数据，你我们要给它开起来，现在就已经来信号了，这样就行吗？你看到没有，5G 已经来了，可以开个人热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。这里1200加3900，兄弟们来看一下，来1200加3900，总共就是5100。这个机器有锁版的，已经改好双卡了，送卡贴啊。给他贴膜，给他贴膜，我来给他贴膜，把贴膜拿过来。这可以，来撕掉，是吧？机器拿上没有？啊，把电脑全部关机，电脑关机。吃宵夜我不陪你吃了啊，下次过来请你。我知道辛苦了，我真的想睡觉了，我不骗你。我他妈今天我也吃不了了，我靠，我明天装空调。来，拿上，走，下班。